承诺当选到立院进行国情报告，侯友宜却被同党的南投副议长潘一全看衰，发狂语：若他当选，一辈子吃素。最近吃素是很流行啦，那不能用吃素来诅咒啦，因为大家会说那吃素很健康啊。加说嘛是一个歹的一个选择啊。也不管潘一全还是自家副议长诸侯接力调侃吃素现在正行，怕说全国的老百姓不让我吃素，那你所做的事情是违背关公的精神。有很多党员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潘一全再呛虾，一肚子火恐怕是因为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在郭台铭造势场高喊下架国民党，党主席连斥责都没有，把球丢给考纪会，标准差很大。而刚回国的徐耀昌说，的确没接到党部通知。一个组织啊，毕竟有支持你，也有反对你的，反对你的遭到你的小辫子，就拼命修理你。那很多的作为啊，真的要痛定思痛的。要好好的未雨绸缪，都要大格局。在喊话国民党，但徐耀昌有资源在手，当中央真要下重手开闸，实在两难。不过党员呼吁勿轻纵。对于徐耀昌，不能够有双重标准，不然就是变相在放纵，伤害国民党。诸侯猛呛南投副议长潘一全吃素好，对待苗栗南投标准大不同，难道真的把党员当吃素的吗？参选慰问选林凯军、吴坤宇、张玉杰，台北报道。